现场的朋友们，你们还等什么？看看谁是大忽悠，站到他的身后去。来，开始。来，有请张怀平到前面来。说句良心话，我也很无奈，真的。帕萨，快来！希望他弄出一个三来。我觉得通过这个节目，我能火。你是医生都这样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行了，来吧，不许刻意的扔。来，走。恭喜张怀平，在三位当中你挑一个吧。嗯，一号。好，来，真真到前面来。你认识张怀平吗？我这节目上才认识的。你记住他了吗？我记住了，记住了。知道是他害了你是吧？来吧，你自己扔一个吧。嗯，哎，多客气，还递手里边。嗯，坏人有坏报。你是什么？哇！准备好了吗？来，请嘉宾脱鞋。嗯，哪只都行。那只会那什么的。不能。你还等什么呀？快点。脚什么味道？来，他弄了一个舞，舞呢就是得一边捏着脚一边唱情歌，要唱30秒啊！想着你心中最可爱的那个男孩啊，来开始。他有个小辫。没说你。好了，可以了，来，可以了，预备，开始，唱。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，甜蜜的梦想。有你时间都变了，就算天快亮，就得哒啦啦啦。怎么都不疼呢？啦啦啦啦啦啦。使劲，别乐。就像我们一起去上远方，许下愿望。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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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了。啊，我好像你刚才弄张怀平，你不是这样的，这汗都出来了。好，谢谢我们的四位嘉宾，接下来进入我们的下一个环节。